来喽来喽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，带着上次小小的惊喜和这个小小的遗憾，我来喽。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弄出来大的，跟我一起来吧。我已经又馋又想弄了，从这个边边上的好吧，万事边边上的美嘛啊，来个大的，来个大的，来个大的。嗯，哇，又多了，哦，我还以为是很大的。哎妈，我靠！不过也很不错啦，先收起来，还是下一个。这个离你们最近的，我觉得你们的运气很好。如果这个能来个大的，那么接下来这一年你肯定就是风调雨顺了。啊，哇，真的吗？这是，天哪，这不会是假的吧？啊，不亏不亏，有一个就不亏，太棒了吧！离你们近的，是不是都运气很好的？我是来沾沾你们的好运气。好，真的有啊！你们也太棒了吧！只要跟你们沾上关系的，我发现都有，虽然这个有点小，哇，还没咬碎了，被我掰碎了，被我掰碎了。事实证明，是离我近的不行吗？跟我一起说，小姨妈加油！嗯 ，A 元，我们看看这一桌会不会亏啊？已经有这么多了，还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还有三个，看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啊？用手掰开，哎，开了，看。哇，真有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离你们近的就有？我就不信了，这个离我近，我现在来扣它，碎了，我一扣就碎了。不过嘿，还挺大一个嘛，这不会是假的吧？真的，我操，赚了赚了。还有一个，宝贝们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今天的红包巧克力？这一单赚没赚就看它了，就看这个压轴的了啊。三二，宝贝们，你们评论区说说我是赚了还是亏了啊？顺便告诉我一下，这个和人民币是多少？关注我。